五百五个西周月，要是一时门来去，是些西装喷的黑，有该叫人老狗。大年三娘是走人，来个偷唱腔的月。白白的罗宾，正让悲剧覆盖雪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武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封城的文件已经下达，我儿子恰恰又发高烧，怕只怕被感染被隔离，我赶快抓紧时间为儿子治病吧。拉夫妻不如飞，忙张顾外做房的，几年抽虚包周瑜，一起后人把子言，头疼手机人生险，累举他伤人将计不得。喂，院长，什么事啊？李娟，你在哪里呀？院长，我在西水县老家探亲，有任务吗？是的，我们中山三院要组织紧急支援队前往武汉，你马上回来，去医院报名啊。这你不想去吗？不不不，因为我宝宝高烧正在打针，等一会儿可以吗？你抓紧点，晚上八点十分集合，九点出发，十一点四十登机，现在三点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累举须把鼓手击，给来公立马开枪忙事去。李娟，院长找你什么事啊？老公，武汉一人将家，夜都门铃一家，走这一落台红，母夜被门路上。累举啊，一人切脚是鸟人，山中苦悲几老生，叫这身背叫父爷，把苦头应是人，等多长大女兵送你本命叫本人。老公，你的思想比我更好，拉夫妻一同生，长大女被受气伤，熟悉的语语不明白，也要发生去改忙。人说该是公不孝啊，哪来望听生大将。李娟啊，医院的医生这么多，你就让别人去吧，再说宝宝有病需要你的照顾啊。妈，我是武汉人，党中央这么重视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，给伯伯吃开那我血，牡丹之我在地上坠落一雨几土米，我姑拉给都浪浪，长日对靠上日期，泪聚大须聚啊年长。妈，宝宝就交给你们了。好媳妇儿，你去武汉千万谨慎啊。妈，你放心吧。老公，时间不早了，行李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娟，咱们拍一个全家福好吗？好。夫妻你自称白白春去无母如卡听，手机怕落雨功夫，楼走几年在古顶，无后脚贼匆匆走，给无名女人生。